这儿等我，我去看看。 贼太史昭，字子虚，长安李氏，被李觉发现了，是因为天书的关系吗？阿兄使用天书之力救我，才被他们盯上了吗？是我连累了阿兄，而且我一点忙都帮不上，刚刚也是。没事的，香爱，不用太勉强自己。 阿兄会保护你的。哎呀，这也算不上什么事儿。你看，文叔和博生也被通缉了。壮士，啊，壮士是绿林军的豪杰嘛？小人正做天威此地理政，仰慕绿林军的英雄豪杰已久。我不是绿林军。一样一样。 我等饱受朝廷管理欺压，苦不堪言。见到壮士刚刚出手，真是大快人心呐！我也只是为了自保而已。此地不宜谈话，壮士不妨进屋一叙。也好，我也有些事情想要请教。请。 壮士，请坐。
刚才听壮士谈到刘家二位将军，您真不是绿林军的豪杰？虽与他们有过数面之缘，但我不是。那壮士可曾听说，绿林军是否会往商祁这边过来？不清楚。不过我听说，接下来绿林军或许会往宛城去。 我等受朝廷管理欺压已久，一直期待绿林军能来收复此地。可惜呀，壮士刚刚说有事情要问。郑老丈可知商山在何处？往西边出了村子，河对面那座大山。 便是商山了。要怎么过河？沿着河往上游走，有一处渡口可以过河。其他地方都听闻妖魔平生之事，商祁这儿感觉倒是平安。是有位绿衣女子来过村子，提醒咱们不要贸然上山。也多亏了她，没听说过有村人受妖魔袭击。 好，绿衣女子，是，背着一把金色大剑。我本也想向她致谢，哪知隔日，她便不见踪影了。你说商祁这儿受朝廷管理欺压已久，怎么回事？哎，还能是什么事？官差们横征暴敛，不服的全都押走。 再没回来的，不知咱们这儿南阳一带，没给绿林军收走的地方，都是这样。多谢款待，告辞了。壮士这就要离开了？嗯，去商山。小人有一事告知，且听小人一言。壮士是否见过一种精怪？ 名唤仙芝，平时埋在土里，与寻常植物无异。若是太过靠近，便会受其攻击。略有耳闻。一般人不知道，但我们商祁这儿祖传一种秘制调香，它乃百年仙芝云盖调和蕙草与其他七种香草，制成弱菌香。便是这炉熏香吗？正是。 这又与我何干？不急，且听小人娓娓道来。这弱菌香，不单单是气味雅致芬芳，品质还可以消忧解愁、活络气血、延年益寿。只可惜百年仙芝不能常得。啊，郑老丈是想托我狩猎仙芝？呵呵呵，并非如此。壮士的身手了得，小人是真心钦佩。 但，壮士杀了几名官差，就这么一走了之。若是绿林军打算接管商祁，那倒也不坏。但有偏不是。如今几名官差死在此处，朝廷问罪下来，小人该如何回答？恐怕。 现在指挥问小人村里借几颗人头充数。弱菌香，香则香矣，但药性霸道。品香前必须服下佐药，否则不到半盏茶，便会手足酸麻，浑身脱力。阿兄，壮士，小人不晓得你与李军有何过节，但杀人偿命的道理是不会错的。 你既杀人，便又有被杀的准备。借你人头，把我商祁百姓诛穷。啊，香儿，阿兄，死了。 只是想打晕他的，他。
他要杀你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杀人了。没事，谢谢你，小儿。他既要杀害无辜，反倒被杀了，也怨不得谁。虽然被阿兄安慰了，却没什么感觉呢。可能我还不太适应这木头身体。你再忍耐一下，等我们放出那位大王，就没问题了。总算我们是问到商山的路了。希望那些墨者不要太难缠。我们走吧。前面就是商山了呀。我们往上游走，找找那个渡口。前头或许还有妖魔，仙儿也要小心了。小伙子，来下棋吗？还请手下留情了。那就快坐下吧，赶紧的。
老喽，吓不赢你们这些年轻人了。啊，年老棋艺精湛，这回是我侥幸了。哎，讲的倒像我不服输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这是祝融，他的厉害你刚刚也见识到了。要是遇上商契那高智，也让他领教领教。要下棋就坐，不下就走吧。还请手下留情了。
认输。承让，我也是获益良多。不知附近还有哪些棋艺精湛的棋手？守平的洪安棋路诡谲，我不如他。这是刑天，或许能帮上忙。这渡口是墨者制造的机关吗？看来我们离商山不远了。事不要放在心上。可我觉得他不是坏人，他只是想保护伤气的百姓，我却……我们也不是，我们没做错事，他却要杀人，他的行为与妖魔无异。香儿，你是从妖魔手中保护了阿兄。走吧。
邢台不必紧张，我只是来给你提个醒，这条路半途就不通了，怎样都过不去的。要是打算上山，我知道其他路。你是何人？我不是何人，我是何浩。在下是行走天涯的浪子，人称万里风何浩，哪儿有财宝我就往哪儿去。待在商山已经几年了，都在这儿捡财宝。这儿有财宝可捡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，青铜和木材都是宝贝，用青铜和木材做成的宝贝更是宝贝中的宝贝。哎，两位看看是不是巧夺天工？这也叫财宝？自然是财宝。我告诉你啊，玉水有个货郎专收这些奇珍异宝，每次回去倒卖给他都能赚得盆满钵满。玉水莫不是夏老丈？哦，你也认识夏老丈？那咱们也可以算是半个仇人了，不如咱们合作一把。我听闻商山住了一群墨者，他们会让你捡？你该不会是做无本生意的吧？哎呀，呸！邢台这话说得多难听，拿取无主之物怎能算是偷呢？无主之物？是啊，山上有一座寨子，里头不知荒废多少年了。你说墨者，总之活的我没见过，死的倒是不少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来给二位提醒的呀，这条路不通。我知道另外一条路，不过这次上山，山里头的妖魔都不太安分。我偷偷跟了一路，发现二位身手不凡，对付那些妖魔想必是易如反掌。不如我们结伴上山，一起发财，如何？哎，也好，结伴而行也有个照应，有劳了。哎，别这么客气了，兄台叫我何浩便行。倒是二位，太师子胥，这是舍妹。好的，子胥和太师小妹随我来。阿兄，他说商山大寨是个废墟了，那群墨者会不会……我们先上去探探情况，就算人走了也会留点蛛丝马迹，也许何浩骗人也说不定，稍微防着点。哦，子胥，太师小妹，这边这边。呀，好，里边路不通，得走这儿才行。阿兄，回去一趟，难道你就是一墨者？不好意思，得上路休息吧。
修养。好，二位师兄真是厉害。好，好，你像无敌手呀。要躲就躲得安静点，待会儿妖魔就往你那儿去了。
方才真是精彩的一战，二位这等身手果真不错。哪里哪里，我也从没看过何兄这样的人物，逃得如此之快，真是前所未见。哎，嘿嘿，我何浩之所以人称万里风，就是因为逃得飞快，完全没给谁逮到过。只是这阵子妖魔实在是多到无从躲避呀。逃跑就是逃跑，哪来这么多大道理？太师小妹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说到逃跑这事儿，也是很看时机、看场合的。何兄，你也帮点忙嘛，怎么都只找地方躲着？没把握嘛，自然要学着避免危险，丢了小命可不行。